They're writing songs of love, but not for me. A lucky star's above, but not for me. With love to leave. That way, I hope, alas, and also so like a day. Oh. 大家好，我是 Debra。啊、呃，刚才大家听到这首很好听的歌，叫做《But Not For Me》啊、呃，是由 Ella Fitzgerald 所演唱的。那在上一集的 Podcast 我有谈到邓丽君，对吧？那我有说到，呃，他们在唱歌的时候，在换气的时候，你都听不到声音。那我另外也讲了另外一位。 西方的就是这位 Ella Fitzgerald，他在演唱的时候，你也是听不到他换气的声音，然后他们的音准，然后节拍都非常的好。嗯、我觉得听他们唱歌啊、呃、是一种享受。嗯，所以我觉得，嗯，刚好这一集我们就来介绍 Ella 唱的这一首啊，But Not For Me。 那我先介绍一下 Ella Fitzgerald 好了，呃、uh,，其实之前已经有好多集都有介绍他的歌，可是呢，嗯，我发现我好像没有，可能有讲，可是文字上没有写太多。那我最早刚开始接触爵士音乐的时候，我就是听 Ella Fitzgerald 跟 Louis Armstrong 他们有一个呃合集，他们一起唱的。 那我很喜欢啊那样子的音乐的感觉，所以其实他是我最早接触爵士音乐啊听的，嗯，歌手这样子。那嗯，我觉得他除了音色很好，然后我觉得各方面都都他的歌很完美这样子，因为自己很喜欢。 那呃，我刚才在看他的这个出道的过程。那当然，他在呃小时候也是有一段不是太愉快的过去。然后他为了想要呃可以自己啊、呃、自己靠自己的能力来挣钱，那他那时候去参加了一个有点像是小型的舞蹈比赛，那就被一起去。 比赛的人呢，威胁他说：“嗯，不准他上台跳舞。”结果呢，那他就随便的，就是想说：“那我就准备隔我上去唱好了，既然我不能跳，我可以唱。”就他这样一唱就，就、呃、哦成名，就是变成那一次比赛的冠军这样。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嗯，可能你脑袋瓜里想说：“啊，我一定要在这方面。” 嗯，出人头地，我一定要做什么？可是老天爷可能会给你，呃，另外，嗯、呃，开一扇窗，让你知道说，其实你的天分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才会发展。这样子，我觉得非常有趣，所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这首歌呢，嗯，其实我之之前很想。 啊、嗯，介绍这一首，可是找到的版本都是啊、嗯、比较长，而且它的歌词我觉得就是比较长。那我,我刚好找到这一呃版本，大概两分多钟，我还蛮喜欢的。那等一下呢，会讲一下就是嗯电影，就是呢，我们这个礼拜。 呃，莎士比亚学英文会讲的电影，就是说，请大家在上课前之前看的电影。那它的英文的片名叫《Four Weddings and a Funeral》，那直接翻译就是四场婚礼跟一场葬礼这样子。那台湾翻译的电影是电影名字是《你是我今生的新娘》。那这部电影呢是。 啊、呃，在一九九四年，他上映的英国爱情喜剧片，那就很符合我的那个嗯范围。那这个男主角就是 Hugh Grant，就是之前在讲啊、呃、Way Back Into Love 的那一集里面的男主角。我发现我好像还蛮喜欢看他电影，虽然我没有特别的觉得我喜欢他，可是他的电影我好像大部分都会看。 那这部电影也非常有趣，就是说，这个 Hugh Grant 他在里面演一个男主角叫 Charles。那那他跟他的朋友们呢，就是在参与不同的婚礼的同时呢，怎么样尝试的寻找他们的另外一半？因为在那个时候，大概有一九九零年代的英国，嗯，在那个时候在。 一般人的心理还是要符合社会的价值观，那要怎么结婚呢？那就是需要去呃参加婚礼，就像他们古时候的英国，他们要怎么样去找另外一半，那就要参加舞会呀、啊，呃是同样的道理。那这部电影呢非常有趣，它是以呃三百万英镑的低预算，然后。 上映之后呢，那它的全球票房就超过两亿美元，所以很有趣啊、哦。那如果大家有空，就当然是要上课的同学们要先看这部电影。那如果大家有空，其实可以看这个电影，你会发现里面其实有好多好眼熟的人哦，有那个豆豆先生啊，还有就是演《英伦情人》的。 呃，英、uh, e English patient，我们之前也有讲，呃、uh,，某一集是 cheek to cheek 那一集里面讲的英伦情人的女主角，呃、uh,，Christine Scott Thomas，那她也是由这部呃、uh, 电影，她得到了英国电影学院的最佳女配角。那这部电影呢，就是 Hugh Grant 她。 出道的成名作，就是他演了这个，大家都啊知道他是谁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嗯，这个这部电影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那因为呃，它里面有比较多的主角。那我后来发现，可能要找这样子主题的电影，那不就同学在看这样的电影的时候，可能可以连接到自身的生活经验或是过去的。 嗯，成长历程，所以呢，可能就比较容易去呃分享感受或是各方面。那因为呃这部电影在讲婚礼嘛，那他们的婚礼其实，在英国呢，他们嗯参加比较正式一点场合，女生是要戴帽子的。 那他们就是会争奇斗艳嘛，就像你啊，之前看到英国女皇她出席正式的场合，她绝对是戴着帽子的。那呃，之前我在呃教小朋友英文，就是因为我有教，一般是初中的班。那之前有给他们上一个教材，是叫呃阅读素养。那刚好里面有一个。 在 social participation，就是社会参与的这个呃部分呢，它里面讲到一篇文章，我觉得很有趣，所以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它呃这一篇的片名叫 British Hat History，就是、说在英国呢，它呃帽子的历史。那其实呢，就是我们就看他们其实很爱戴帽子，对不对？我看了这篇才知道呢，它是在一。 大概是呃西元一千五百年左右，可是他没有讲很清楚是哪一年。呃，英国政府呢，他想要嗯帮助销售羊毛，所以呢，他通过了一个法案。他的法案是说呢，每一个男性必须要戴呃羊毛帽。可是呢，这个法案呢，它里面没有规定，就是贵族。 呃，必须遵守这个法律。所以呢，如果你在路上看到有人他是戴着羊毛帽的呢，那你要知道，他可能是属于 working class，就是劳工阶级的。嗯，英国是很注重阶阶级的。嗯，因为他们有贵族嘛，所以就一定有平民。那 在这一篇呢，他有讲到，就是说，其实女生也是需要把他们的头给盖住嘛。那可是呢，在呃，西元一六零零年之后呢，女生才呃刚开始，就是贵族的女人们才开始戴帽子。那后来呢，是所有的女生都会戴。那通常呢，在呃。 就是说，结了婚的女人，她的帽子上面会装饰更多的东西。那这样子表示呢？啊、uh,，That a woman was the queen of her home，就说结了婚的女人在帽子上有装饰更复杂，比单身的的小姐们还没有。就是单身小姐们，她的帽子比较素雅。那结了婚的。 呃，太太们他们的帽子是呃，上面是非常就是比较装饰比较复杂这样子，嗯。那因为今天刚好讲到这部电影，那这部电影里面在婚礼的时候，每一个呃女士都戴着非常漂亮的帽子，所以我想在这边呃说一下。那另外呢，因为在 wedding 的时候呢，他们不是后来去教教堂。 有一个嗯，在神父或是牧师面前，哦、嗯、的一个仪式吗？那他们之后呢，会有一个叫 reception，就是像喜宴，就是有我们华人的概念，就是吃喜酒。那其实他们老外是非常注重，嗯，餐桌礼仪。 就是 table manner。那因为我之前在上呃口译的课程，就是 interpreter 的课程的时候，那那时候非常幸运，因为呃，当你在做那个口语翻译的时候，其实常常是会呃跟随着嗯要翻译的人，你可能会去出席一些比较重要场合，那可能也是会有这样子的嗯吃饭的一个。 现场，那因为那时候在呃受训的时候呢，那时候非常 lucky，然后有一位就是呃外交部礼宾司的一位科长很有经验，然后来给我们上了一次大概三个小时的课，告诉我我们就是说他那时候在呃跟接待外宾的时候啊、呃、有一些要注意的事，然后有一些经验。 那我觉得，哦、呃，非常的，嗯、呃，觉得很棒。那时候在上不觉得，可是过了很多年，回头看，发现说，哇，原来自己之前有过这样子的一个训练，其实真的也是挺好的。那那其实我是想要在这边提醒大家，他们很注重 table manner，所以当你在，嗯，可能。 有的时候会去一些比较重要场合，然后吃他们的西餐，那你不太知道你的餐具要怎么使用。那当然是说，最好你去之前，你可以先上网找一下，先恶补一下 table manner。那如果真的你没有时间的话，那你就看看周围谁是比较你认为他的 table manner 比较好，那你看他怎么用他的刀叉，他是从哪里拿，他是。 就他们有一些呃规矩的，那我在这边，因为我们不是今天不是教 table m a n n e r 课，所以我是想提醒大家，如果未来有机会啊、呃、去出席这样的场合的时候，那你可能又没有呃之前先恶补一下，没有的话你就看谁，嗯，你觉得他应该是 table m a n n e r 比较好，他怎么用就跟着他用这样子，好吗？ 嗯，好，那嗯，好，那接下来呢？哦、呃、哦，我想讲一下那个哦，莎士比亚学英文的课。那因为呃，最近我收到呃一些嗯询问的讯息，询问课程的讯息。那嗯，有同学问到是说，那如果程度啊没有那么好怎么办？其实，嗯、呃。 对我来讲，因为我很习惯教哦，每个就说不同嗯程度的学生，我是都可以教放在一班里面，因为每个人程度不一样，只要自己跟一个月前的自己比，跟三个月前的自己比啊、嗯、有进步，我就觉得很好了。其实不用觉得说，哎呀，我会我会可能能力不够，其实不会的。 因为，嗯，我会找最大公约数来教，然后，嗯，细节我我好难在这边一起讲。不过呢，呃，我只是想说，其实，嗯，像刚才我讲到口译的课程啊，嗯、呃，我那时候去上的时候，本来也只是想说啊，我因为那时候有还不错的工作，然后也做的挺开心的，可是呢。 我是一直觉得，呃，把钱花在投资自己，就是让自己变得更进步，学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投投资自己这件事情是绝对不会错的。那就要看你想要让自己呃哪一方面变得更好。那如果是要英文变得更好的话，那你肯定就要找你认为呃比较适合你呃成长学习的。 一个方式，这样子，嗯，我是觉得，嗯，当然英文很好，是真的在日常生活跟在各个方面，其实都是非常的方便，这样子。好，那关于课程的是哦，还有一个部分呢，其实我我想讲的是说，嗯，像刚才在讲这部电影的时候呢。 有讲到，嗯、呃，到底大家的生活、现在的工作，或是呃，personal life，是要符合呃社会上嗯、呃、大众的期待，或是父母的期望，或是你自己真心想要去做的。那为什么我会在这一堂课里面，呃，会想就是，嗯、呃。 自由书写的创意课程呢，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把嗯、呃，可能外界的声音当成是自己想要的未来。那嗯，当你自己决定去呃自由书写，然后找出自己心底的声音的时候，其实你就会知道未来呃你的热情。 爱好，然后想要往哪边发展，那这样就会非常清楚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一堂呃爵士英文的莎士比亚学英文的这个呃写作课呢，我个人认为啊、呃，这个是非常嗯、呃、适合啊、呃、透过电影然后来寻找自己。 好，那关于课程的部分就先讲到这。嗯，为什么我今天会在哦这首歌《本 n o u g for Me》里面再讲到哦这部电影呢？就是你是我今生的新娘，因为在这部电影刚开头的时候是有，也是这首歌，可是是由 Elton John。 那他演唱的，所以等一下在今天的 podcast 最后面呢，我会放上 Elton John 唱的这一首的版本。嗯，他是在一九九四年所演唱的。嗯、呃，那这个部分呢，嗯，Elton John 等一下再介绍。好，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歌词的部分。嗯，那这个本 n o u for me” 呢？ 我觉得他讲的很好其实这首歌，呃，是大概在一九三零年代，在美国。那这首歌是写给一一部呃戏剧，叫做《Girl Talk》那。那嗯，其实我我刚才在找这个歌词里面的一些怎么讲，它的形容词为什么会这样讲啊？感觉跟一般的不太一样。 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的一些歌词，是因为他会在呃歌舞剧里面呃演出来，所以他是比较会去配合那个戏剧里面的的一个呃角色，然后还有他的一个场景来说。所以有时候呃我们在看呃爵士。 音乐的歌词的时候，有时候突然，哎呦，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觉得说，哎，为什么他突然讲到这里去？到底在，到底在讲什么？那因为那个时候的戏剧，你看，一九三零年已经快要离现在一百年了，所以他在形容一些事。那我刚才又有尝试想要找到那个 The Girl Talk 的那个戏剧，可是他都都出来其他的那个女生团体这样。那所以我在想呢。 没关系，我们就按照它字面上的呃来解释。那有一些地方呢，可能就是他会讲到一些比较古老的用字，那这就符合我之前的推测。就是一个是他用字比较古老，现在已经不这样说；另外一个就是他们是为了呃要放在呃就是 mu, 像 mus 像 musical 歌舞剧里面里面的呃一段歌，所以他会配合他的台。 台词内容而写这样子，嗯，好。那这首歌的歌词呢？那我们就直接讲了啊、哦。好，那第一句呢？They are writing songs of love。他现在这句是用，嗯、呃，现在是哦，他们正在写爱的歌，songs of love，but not for me。可能啊，心情不太好。他们觉得，嗯，他们唱他们的 love song，可是我。 不适合我，嗯，好，下面一句，A lucky star's above，but not for me。那现在哦、呃，天上有一颗 lucky star 在天上，可是 but not for me。我觉得那不是是是我的，嗯。With love to lead the way，有爱来呃带领我的路。I found more clouds of grey，我发现了更多。 呃，乌云，它的呃，clouds of grey，我们会讲乌云嘛？我们中文会讲，以为是 clouds of black，他们会讲灰云，OK，就是灰色的灰。那他觉得呢，用爱来引导我的路，可是我居然发现了有更多的乌云。 t h e n any Russian play，那这句话又突然不懂，哎，为什么有俄罗斯戏剧这样子？真真是因为那时候一九三零年嘛，那在讲一些舞台剧啊、呃、歌舞剧。那其实那时候在呃百老汇上演也有一些是俄罗斯的戏剧。那我查了一下呢，俄罗斯的戏剧呢，它大部分它的呃舞台剧的背景都是灰色的。 <laughs> 很好玩哈，所以他说呢，连 any Russian play could guarantee，那比任何一个俄罗斯的那个呃戏剧可以保证，就是说，我我发现了很多乌云，好，比俄罗斯的戏剧背景的乌云还要还要更乌云。然后呢，他这边下面一句很好玩，I was a fool to fall。 And get that way。那我觉得他的 fall 其实有两个意思，一个是 fall in love 的意思，就是说，那当然啦，唱老半天，干嘛要说 b r n u p for me？一定有一个人 b r n u p for me，你才会唱老半天，对吧？要不然为什么要唱？所以呢，他在这边说，你你也可以讲这个 fall 是摔倒哦，就是 f a 哦，摔倒的意思。 可是我认为，在用在这里是 “fall in love” 的意思，and get that way。好，那这边非非常好玩哦。后面还有 “high ho alas” and also lackaday。其实这这边的是怎么讲？我我查了，我是在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网页上，然后他们有人在对话，在讨论这个歌词，终于解答了我的疑问。这样，那他其实在講，在讲说这些。 呃，用字呢，其实都是古老的用语，比一九三零年的时候还更古老的用语。那我查了，lack of day 是有点像，就是古语叫悲哉。嗯，那下面呢很简单哦，although I can't dismiss，dismiss 是驱散、驱离的意思。虽然呢，我不能驱散。 The memory of his kiss，我不能驱散他他的吻的记忆。I guess he's not for me，我想他不适合我。嗯，很有趣吧？对吧？我觉得，嗯，那我觉得这首歌由 Ella Fitzgerald，他啊，就是用他嗯很棒的节奏，就是爵士的节奏，然后。 这样子娓娓道来，然后唱的很轻松，然后可是你会觉得很优美，不管歌词听得懂听不懂，你就是觉得好好听哦。嗯，好，那接下来呢？呃，我来等一下，我放 Elton John 的嗯版本。那我来介绍一下 Elton John 好了。Elton John 呢，其实他是其实嗯，如果有在听。 以前了，听，呃，就是西洋排行榜的人应该是会比较常听到他的那个。那为什么会介绍他？其实因为在这个电影里面啊，他的电影原声带也是很好听，然后有很多人的歌都很好听。那他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的歌可以放到里面？因为在呃婚礼的时候不是都会有那种婚礼歌手嘛？那他们会在呃就是那个。 啊、呃，宴会的场合，大家吃完以后，那他们就会有婚礼歌手唱歌，然后大家跑上去舞池跳舞，这样。那会有不同的音乐。然后那《o u t o h n 里面，在这首这部电影里面，它还有另外一首叫《呃、哦、Crocodile Rock》，呃，什么鳄鱼摇滚？嗯，那其实里面有一些非常好听的歌。那可是，嗯，一次只能介绍一首。 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再一起，嗯，解释好了。那 Elton John 他是英国的创作歌手，然后作曲家，他也是钢琴自己弹。那在他是一九四七年出生的。那在他他好像开始成名的日的年份是一九六二年。那嗯。 在他超过五十年的音乐生涯中呢，他总共售出超过三亿张的唱片，然后让他变成呃史上最成功的艺人之一。那其实在这边讲这个呢，我觉得很好玩是，是他在一九九八年呢，因为他对于音乐有特别的贡献，然后获得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颁发的的，就是有给他授予爵位。其实他现他是 Sir 哦，他是爵士哦，所以他是怎么讲贵族身份的人。OK，嗯，所以所以，我我我是觉得蛮好玩的。嗯，那嗯，他在，在呃八零年代后期以来，那他其实很花很 a l t o n j o h n 花了。 艾尔顿·约翰爵士，他花了很多呃力气在致力于就是呃艾滋病的公益活动。那他成立了一个 Alton John 的艾滋病的基金会，这样子。那从成立以来呢，他整个那个基金会已经募集了大约两亿美金的善款。所以呃，我觉得这也是非常的的有趣。那 Alton John 呢，在二零零五年。 的时候呢，他跟他的一位呃，他就是他的 partner 结成民事伴侣，那这个是就是他呃同性伴侣这样，那他们结婚了这样子，所以这这件事情在当时就是 LGBT 的一个，就认为这是一个嗯怎么讲里程碑吧，嗯。 那不管他喜欢的是男生还是女生，他对我们来讲，就是说对他是有意义，可是对我们来讲，他的歌好听就好，对吧？嗯，好。那接下来哦，我我我,我要我要提，为什么又要讲这个呢？因为呃，在后面的人就是在呃《I Love This Girl》之后比较新的版本的诠释这首歌呢。 But not for me。其实，在英文里面有一个呃，那个叫做惯用语，叫做 tie the knot。tie 就是绑的意思嘛，绑鞋带的 tie t。T I E the knot。knot 是 K N O T。那 K 就跟那个 no 一样，它是 K 不发音嘛，所以它也是 not。 the 的 n o t 意思就是结婚的意思。好，那为什么会放在这里讲呢？因为 Altan 这样唱这个版本呢，意思就是说，嗯，他有把那个 not for me 的 n o t 就是否定不是不的那个字的 n o t 把它改成打结的那个 n o t 因为 tie 的 not 有意思，就是有有点永结同心的意思，就是要把那个结打起来，这样子表示结婚的意思。所以呢，他就是这 but not for me 这样子。There is no not, I guess he's not for me。就在之后的版本，比较新的版本，它里面有一个部分，它有加上去另外一段，然后又把这个东西啊、呃、放进去这样子。嗯，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呃 Elton John 的这个版本，然后那呃就先跟大家 say goodbye 啦，嗯，until next time，拜拜。 Writing songs of love, but not for me. A lucky star's above, but not for me. With love to leave the way, I found more clouds of grey than any Russian. away, I hope last and also lack like a day, although I can dismiss the memory. The time a fella needs a friend when every happy plot ends with the marriage.